啊，时针是有力量的，不是没有，无形的，有形的也有，有形的你们看不到啊，无形的。那、啊、再举一个例子吧，这个就是现成的啊，慧经法师的妈妈，她这个胰脏啊，胰脏发炎，胰脏发炎，还有肾结石是啊，胆结石哦，胆那个胆在哪里？我对这个医学人体解判呢、啊、不太清楚，我真的不知道胆在哪里。胆他胆里面也结石，这个胰脏也发炎了啊，他很多病，我跟他修法，我请金刚神修法，这是很大的很大的法，我确实是修法，我修了，我跟他讲说，我跟慧经法师说修法，我已经修法了。这个医生呢、啊、一给这个他妈妈麻醉、啊、一麻醉啊，就看到师尊在旁边给他加持。哎，他人在台北啊，在天母哎，我在西雅图，我没有回去耶。他妈妈打电话给慧经法师讲，师尊看到师尊就站在旁边给我加持，有没有这回事？啊，你说有没有？大声一点。有。好。